我爱黑社会出道艺人郑敬欣，今年因参加全明星运动会，在第四季的节目中表现亮眼而收获了不少的人气。他于今年的5月20日宣布接受了德国女友的求婚，两人也在本月13日登记结婚，获得大批网友祝福。日前他公开了和妻子一起拍摄的短片，感谢大家给予的祝福，开心的表示以后请继续被我们闪。两人的甜蜜模样迎来不少人直呼羡慕。此外，郑敬欣也透露，不少婚礼婚纱公司以及试管婴儿生殖中心纷纷找上两人邀约合作，但目前小两口只决定好要拍摄婚纱照，后续的规划还未决定。许多粉丝涌入留言，敲碗许愿能赶快看到两人甜蜜的婚纱照，跟萧晨已经准备好了墨镜，更闪的画面都能接受啊。Bye.